继续来关心的是针对着嘉义县议员詹婉珍阁有林茂辉伫咧接待真济的乡亲投诉，讲绿草高中将要伫咧后行年八月份开始交由嘉义市的私立中学来公办民营，这是引发着家长阁有地方人士的大大反弹。对此，十三号在议会临时会当中，因是来炮轰着嘉义县教育处，讲这处理的程序有问题。伫对此，嘉义县长张华官强调，现在只是伫咧告诉的阶段，阿未正式公告，嘛请民众放心。嘉义县议员詹婉珍指出，绿草乡唯一的公立国中绿草国中，为什么一定要改由私校经营呢？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民众一个讨论。昨一家观察处案的绿草国中家长会会长杨明贤等多位家长委员表示，家长会将会发起人数反对。阿姨真正全面性叫这边来讨论讲好，我是要安那，哦，比如讲传票好，啊，代表你这第一个代表，哦啊。啊，所有这关于教育，包括啊，拢长期间咧支持校，啊，这以外这关心各位人，万能请的，这几遍来讲好清楚。是清楚讲，咱每一个政策，咱来首先提出来参加因为参学校，所有的地方这平台，大家是不是？啊，那上好就是讲，包括像公所，哦，包括这议会代表会，也是讲。平和这个传递点，大家共同来监督。你也说了，公办民营这个还是比较公立收费。其实我跟你说，我也有请教教育处长，还有包括实施规划，江华中学、江华中学，我也有请教过了。我他说收费是不是都会一样？他说，当然啦，我超用钱跑一点义务耶，就是一般收费较公立容易收费。我讲好，啊！你今年你未来你要发展讲，我你毕竟学校有一般的跟国际外，你也要发展双语国际外。我讲我落差的东西，大家读国际外的话，该按这里话收费。伊讲哎呀，伊后头要去西非去学校去国外去读册啊。我讲哎不对啊，一间学校我们落差相近进去，原本我们大家都是同等的，学费角度都是一样的。啊，国际外你一定要，你帮我分成出来，你要上一般的好，一般收费。第一政策哦，所有县政府政策包括教育哦，一定要政策形成之后，一定会跟大家报告，然后经过程序，然后经过公听会，大家有共识之后，那当然有一些学校，他们会在别的县市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好的成果，会来接触我们的业务单位谈起来。他们想去了解，我们也没有反对，但是目前嘉义县政府都还没有形成这个政策，有拿出来讨论，他们也许自行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进行正式形成政策，也还没有公告，也还没有做公听会，所以阿美干姐詹婉珍也指出，关户的理由是因应马洲澳工业区将有大企业进驻，鹿草乡必定要兴建完全中小学，也就是双语学校，以符合需求。未来公办民营虽然宣称公立收费、私立收租，但是可能是有钱的读双语国际班，交不起额外学费的读普通班，学校竟然出现改革。馆长张华官表示，目前只有告诉而已，也未有正式公告。新闻新闻，中央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